家嘞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大家会辛苦未？应该大家应该心情足好嘞，安那足好嘞。咱这条路是正确的，啊，甲大家讲，这是一定成功的。啊，咱即马要来甲大家探讨的，可能是较类似会计这方面啦。啊，这是较人讲较枯燥啦，吼，较无虾米。因为这个技巧啊，这方面啊，拢是硬邦邦的嘛，吼，拢是。一块就一块，十块就十块，袂使讲啊，安尼好啦，大概啊几块啦，无这个情形啦。所以讲，若有读过会计的，大家同心嘛会了解。啊，咱因为若有这个课，大家爱先要理解讲，咱哪会要开这个课？大家以后。拢是咱民政府的相关的官员，咱民政府特别的规定，贪污一定安怎？清算嘛，犯罪一定安怎？鞭刑嘛，所以。希望大家未去触犯到，未去犯到这个代志，所以爱予大家知影。因为这个情形，每一周各的官员，头拄啊，咱王首长啊。有安尼甲咱讲，每一厅的厅长，伊拢有经费，伊拢有爱开销的。伊本身那爱了解这个预算要开的代志，啊，开了对啊唔对，所以。这个课，大家爱了解，吼、哦、啊！因为咱短短差不多要甲大家讲两点钟啦。啊，你呐有问题，无要紧，拢随时啊会使甲我联络啦，好。啊，头拄啊。王州长也讲到讲这个宣传单吼，啊，我拄啊较加薄啦，紧摕一个宣传单搬落来，予大家看吼。啊，大家就会了解讲我的名啊，吼，我的 email 啊，甲我的电话，吼，阿伯若要敲电话，我较方便嘛吼。啊。这就是顺续补充啦吼。我自我先介绍一下吼，大家可能无要第一摆吼、哦、来遮无讲真清楚吼。若要了解我呀，我足简单，会爱用电脑诶，你着拍张文燕，哈、哦，张文燕，哈、哦，啊，
阮老母、阮老爸叫阿公，阮老母甲讲：“呼咪啊，呼咪啊！”拢安尼甲叫啦。啊，我实在，伊叫做呼咪啊，就是闻啦。啊，实在，我要讲叫做呼咪迄口啦。吼、哦，咽吼，迄阵啊，我哪会知讲，我那叫。流亡政府讲，一夜甲咱改到咱中国人啦，集体吼甲咱改过讲咱是中国人。我去澳洲啊参加一个会议啊，啊，看到我的生辰年月日，讲啊你是日本人啊，我甲讲我哪是日本人。伊讲啊，恁老爸、恁老母，你叫恁老爸拢叫啥物？我讲，阮迄阵拢叫学道生啊。啊，老母咧，讲较正啊。啊，你都、就是日本人嘛，所以恍然大悟啦，真正咱和流亡政府咧甲咱教。阮迄阵啊，我都啊入，阮迄个阶段吼，实在是拢是这个这个，一句都无读到啊！啊，即讲读北京语啦，啊，阮遐个老师啊，有一个讲咧教阮画啥，画迄粒星啦，讲诶，恁会使甲这粒星甲连起来画一粒星，讲一笔画就画一个心啦。哎，到尾啊，迄个老师却无去啦。哦，安尼大家就清楚啊嘛吼。哦，迄个时阵吼，画迄粒星啊，就代表啥？嘿啦，可能我藏伫内底来的啦。嘿，可能迄阵啊讲回答啦。所以我在伫遮要甲大家讲，大家你若有任务藏伫内底人啊。你希望袂使对不起咱啊台湾民政府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是咧大家拢有这个啊信念，目标是要互咱的子孙较好。啊无，大家看我差几岁，应该会知我若七十几岁啊。啊，那大家伫遮咧拼，是咧拼排名诶。有诶讲啊，你会去采蒲笋啊，啊去游山玩水。实际上，我有迄个能力游山玩水。啊，那爱来甲大家伫遮，第一届甲即嘛，目标是伫呾，是欲。甲咱的以后的子孙过了较好，咱大家来遮打拼，拢有这个理念，所以一定爱甲大家讲，贪污一定枪毙。我甲秘书长建议讲，以后所有的咱的官员要就职，先签一张。迄、那个贪污枪毙的迄、那个等于啊承认承诺书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足感谢啦！大家爱为咱未来的子孙啊做出典范啦，予咱台湾。这块土地啦，真正是啊，佛摩萨啦。安尼，咱差不多了十分啊啦，但是我认为足重要，因为这甲钱啊有关系啦，因为这甲钱拢关系，所以要予大家了解。若有这个信念的人，来遮
斗拍拼，啊，我足感谢遐热，啊，佮大家开钱来，我哪会要佮安尼讲？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，那叫我去受训啊，我有去受训啊，爱交钱也免，唔免。我伫遐，我住要几礼拜哩。李登辉学校，我那去受训啊，迄阵啊要去，要去读李登辉学校。佫爱家己写家己自传呢，啊，佫爱写你的观感呢，啊，上去了后，啊，再佫口试呢，我口试光伫国宾饭店的口试啦，我啊，真正，因为我去参加第二期的啦，吼，我国试班第二期的吼，伫高雄啊，啊，真正都咧口试呢，啊，佫好，啊，佫。我足济人参加的呢，啊，爱钱也免钱，哪免钱呀？足感谢大家啦，大家家己拍拍啊，一下好无？因为恁家己开钱来，我足尊敬大家，愿意为台湾的未来付出，这是第一步啦。对唔对啊？啊，咱即马要来较了解一下吼，啊，了解讲咱甲钱安怎相关的代志，啊，要来甲大家讲，吼，咱即马啊来看落来，因为我自我介绍也未甲。讲完嘛吼，我但是阁补充者，就是讲，大家去上雅虎还是 Google， 拍张文彦教授，一定会看到我的迄个资料，啊，甲我的相片、照片伫内底，吼，大家去上雅虎还是 Google。拍张文彦，因为张文彦足济人诶，可能有诶有一个我迄个叫做田径方面表现不错，我是张文彦。阮即我那是菜市啊名啦吼，张文彦我足济咧，所以讲你若拍张文彦教授，爱找着我，吼安尼大家足清楚啊。我现在就来。甲咱今日是主题较相关的，也来说明。咱今日要甲大家讨论呢，就是讲这个啊，会计制度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政府的会计制度。啊，要了解这两个方面啦，但是咱爱先了解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是啥物。哎，真系爱了解者，因为你那是会计系人，起码你读会计系学生，你转诶，那恁囝啊是恁查某囝读会计系，啊是读商学院诶学生，你敢问？你转个，你甲问讲，我有去民政府咧上课的时，啊有讲到讲，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是啥物？你会使讲一下，我听一下无？我看，凡事啊，伊讲袂出来，这就是啥？无真了解啦，无真深入啦。啊，有诶咧教会计教授啊，家己也无真深入啊去了解这啦，因为这甲实务有相当诶关系啦。我伫遮简单啊举一个例啦，
安尼大家就清楚。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是会计专业的人，那个讲会计师，我定定用这个例讲，咱公司的账交予甲会计师来看，甲交予一会计师来看，两个做出来的盈余啦，赚的钱啦，会同款未？即有诶教授教因学生囡仔，未去讲到这啦。我本身那是会计师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都会了解。最重要的是啥？啊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人某家认为是安尼，某一个会计师啊，伊认为是安尼，所以因所判定的啊，到尾啊，伊的观念来做调整、调整吼、哦，做调整出来的结果的盈余啊，迄、那个赚钱的迄、那个数字无同啦，一定无同啦。啊，有诶，甲问讲。安那，阮伫校咧考试，考出来，你讲，初会也好，中会也好，高会也好，管理会计、成本会计、审计学所算出来答案，那拢共款。有诶，安尼问啊，啊，因为啊，老师要出题时啊。限制就甲你限好啊啦，讲我叫你用，哦，那甲讲顺序来讲，我甲你用先进先出发来算。啊，那结果来讲，伊讲我甲你用加速平均化来做，伊拢甲你限制掉了嘛，所以你算出来拢同款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啊，当然，高中考试，我找我去心地。啊，那咱答案爱同款啊，未使答案无同款啊，所以拢爱加伊个条件啊，加限制，所以出来答案拢同款。啊，甲这个所在，和大家。动动脑筋看看，伫遮有人要问这方面的情形啊？大家应该是用啊真忝啊吼，这个尤其是真嘛。好啊，有要问，看好啦，你那大家那今仔讲有要问，恁就举手吼，我话开放，吼，和大家。啊，沟通，双向沟通。后来，过来。啊，会计政策，这也足重要。我那讲会计政策足重要，真来爱予大家知影。我现在都无这个经费，那甲咱总理有讲过，总理安那讲？伊讲，咱三节敬老金不要花，甲中立、甲桃园这个所在，甲这个钱省起来，甲拓宽，互伊交通方便。这那是会使讲是一个政策啊，啊，甲钱有相关嘛。啊，搁摕一个咧，西里大桥，咱台湾第一条桥，第一个扣钱的桥是啥物？西里大桥嘛。有住伫西里附近的人，
那有牙签一个好不好？好，安尼无要紧吼，安尼大家爱知影讲，迄阵啊，流氓政府来，伊都甲咱诶物资啦，咱诶钱啦，是遐拢甲你运咧上海去，伊我无钱，好来台湾结识，到尾啊讲好啦，来甲沙地。伊即个石油的国家来甲借钱，先借来先起起的，才偷偷啊收钱啊，收过路费收收的才来啥，才来行嘛。好，这就是会计政策的一个例啦，互大家知影。要搁甲大家讲。最近啊，台南唔都我小阿咧有咧饮到水嘛，台南地区啊，赖清德市长啊，伊讲若无够钱啊，伊要贷款要甲即个改善即个要做啥，饮水的代志啦，我感觉讲咱。本土台湾人虽然伊是民进党啊，但是这个我认为这都欺骗啊！伊这都是啥？伊会了解先甲银行借钱，来创好卖饮水，慢慢啊才来行。安尼后摆咱民政府的。执政的时，第一步就爱去想到啥？人民的痛苦，人民的痛苦伫底。咱总理要讲，去访查，去安怎去？伊讲上班六点就出门，走去倒一个乡镇，佮走去倒一个乡镇，再去甲咱黑熊部队。训话的时，伊阁去讲到这条，所以讲，咱爱了解，都无钱要安怎？无钱就安尼，咱来考量嘛。安尼大家清楚哦，来过来，这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，因为若有一个制度，无一个管控。是无一个来做监督，安尼也袂使哩。所以讲，这必然的嘛，吼，有钱的所在，都爱有这个管控。管控也足重要的呀。我定定咧讲，咱民政府啊，要一箍要做两箍用。有可能一箍做两箍用无？大家思考。你若有心，就做会到；你若无心，足困难的。反正一箍甲现在啊，咱的流氓政府啊，一般来讲。头一箍啊，做差不多三角、五角、四角咧用啦。其他拢啥物？拢分分去啦，分分去啦。今仔日咧，《自由时报》咧报道讲新加坡啦，咧讲啦，讲100年的迄个叫做流亡政府的国庆啊。一笔烂账了，真正实在两工开偌济，大家会了解未？23000几亿，2亿不，2亿3000多万啦，2亿3000几万啦，梦想家啦，吼，甲你、你、你、
你困的做眠梦，都爱开遐侪钱，讲啊，有影安尼甲开去个，啊，两无啦，伊迄我是讲干迄个两枚啦吼，干两枚吼，啊，详细今日一个啊，《自由时报》去看卖吼，啊，这拢是啥？伊头尾甲创较乱的，啊，甲中国的水平吼。较同款的，安尼要活过较紧啦，伊个想法。实际上，绝对无可能。我要阁问一个问题，咱大家上课头有啊，应该讲头一讲啊嘛吼，啊，大家我会了解啊，看到啊，听啊，讲师咧讲，大家啊。清楚啊，要问一个问题哈。咱台湾这块土地有可能用战争的方法，中国来摕台湾无？是安那无可能？都摕来要发表的。我来，拜托，请来。请来，你发表一个心得，就是讲，无管用什么方法，拢无可能摕到台湾。好，来你来发表一下。李丁先生，是咱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啦吼，啊，这已经有迄个万国公法、有国际法、有和平条约种种吼。啊！甲即战争法伫内底，所以讲无可能来提转。感谢大家。对，哈哈。我好啦，啊，我补充一下。嘿，无要紧吼。我补充一下吼，咱爱讲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。伊就下诏书，把咱台湾已经纳进来他的固有的领土，这点大家爱知呀？安尼清楚无？什么叫做固有领土？神圣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！什么人来？无可能！现在美国占领。啊！伊哪会要来甲咱讲？迄两百度讲甲足清楚，来，咱大家外过看迄两百度，迄两百度讲甲足清楚。啊，阮奥巴马总统占领啦，吼！煞来讲，恁即块土地啊，伫住伫遐个人个啦。安尼，有可能用战争来摕咱即块啊台湾啊无，绝对无可能。所以大家安心啦，安心。转去吼，去斗宣传。有诶讲，好阿强啊，诶、啊，中国即马啊外强诶，军队外强诶，安怎强拢无路用啦。世界诶，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啊，都是这个规定。啊，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永久不可分割的啦。啊，即嘛是多来的难民呐、啊，讲诶、欸，中国要来哦，中国要拍来哦，大家哦爱会惊哦。啊，你甲讲。中国我无遐戆啦，安怎无遐戆？伊到习近平这班人，伊到走去甲透过美国关系，走去甲天皇讲。啊，大家即句有听到秘书长讲啊无？有嘛吼？习近平走去甲啊天皇讲。
讲中国即卖较好过啊啦，有钱啦，想要来买啥？买台湾啦！天皇安怎甲讲？讲阮啊，这个家族将来都无咧卖物件的啦，偏要帮者转去。大家安啦！啊，所以真清楚啦，吼，大家真清楚。啊，一寡流氓难民遐会甲咱吓，吼吓咱遮个讲叫做戆百姓，互伊吓甲惊，哈！中国啊，飞弹对着咱，啊，咱一定要去哦，中国统去啊！你甲讲。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啦，世界也袂容允的。咱阁讲到转来，迄、那个安保条约，美日签订的安保条约，包括啥物？台湾澎湖这跟周边的列岛，都是这个台湾海峡这边。所以足清楚，足清楚。好，咱阁来讲，咱要用一个会计制度的这个例啊，吼、哦、啊来予大家参考啦。啊，过来就要讲无遵守啦，这个会计制度的案例啦。啊，这个案例拢是啥？啊，拢是。甲咱无照会计制度的处理，甲内部控制啊，发生的一寡案例，予大家做探讨。好，咱即马制度搁较啊，干那看文字吼，那个会感觉讲啊，即个甲我所读的。无相关啊，我也无啥啊清楚啊，无要紧，咱豆豆啊吼来了解一下。会计制度就是啥？就是讲依照吼、哦、这个会计一般的会计的原则啊，甲相关的法令啊啊来制定的啦。啊，这就是机关内部还是政府内部的会计作业的循环。啊，这个循环是底啥？依照伊个政策选个方法，啊，甲无确定个啊情形啊，啊估计个处理啦。哦，啊，即内有即个无啊无确定个情形啊，那个我常常咧讲吼，咱工厂啊以工厂为例啦，咱咧生产工厂。生产工厂拢会买生产机器嘛？咱即马若买即个生产机器来，差不多十年啊，即台机器都爱阁换新呢。哦，咱讲啊，依照十年来摊，但是啊，无确定的情形发生，咱即个机器要用十年。啊，那会无确定，啊，都照伊这个来用十年，一定有法度啊。啊，那会无法度用十年，因为新的机器搁出来，我隔壁的工厂用新的机器啦。啊，咱这个机器做，跟人讲啊，一天啊做啊一万件，隔壁这个工厂会去买新的机器啦，这个机器啊。啊，咱啊做啊出来，这个啊生产一工啊，咱做一万啊，因做十万啊，哇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讲有这个情形发生啦、啊，这咱应讲是哦无确定的情形哦啊，用估计原则，用估计方式来处理，安都无下，安尼咱。
依照咱的管理会计的观念，咱即来过去都要用作沉没成本，这个成本啊，算讲顶落去的啊，咱的成本啊，讲这个成本就是沉没成本，就是咱用这个方式来计算，吼、哦，是这个观念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好，咱过来了解，啊，咱的会计制度，若要依照这个会计法，有会计法，哦，依照这个会计法啦，会计制度啦，有包括这六项，一定爱有这六项啦，好、哦，啊，咱这六项吼、哦，那是吼、哦，就是会计啊报告，这个会计报告就是咱要讲，就是讲迄个财务报表啦，财务报表啦，好、哦，这个好、哦、简单的讲哈，啊，这个会计科目，会计科目就好、哦，这个会计科目是依照咱甲公司啊会计的要素分五个要素，好、哦，分五个要素，哦，一般伫公司啊分五，哈、哦，我。啊，咱伫政府那是分五个要素，哦，咱有资产，哦，财产，哦，资产，哦，啊有负债，负债，哦，啊咱一般公司叫做业主权益啦，哦，投资者，啊咱啊是叫做迄个政府啊，就袂使用投资者，啊，就是用这个啊。一般所说的就是公积啦、公积啦、公积金啊、亏着啊、盈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来个费用，哦，有收入、有费用、亏损，哦，这五个要素啊，咱较尾啊，咱会过去看到吼、哦，啊，少破啦，啊，哦，有。迄、那个叫做日记簿啦、分类账啦，吼、哦，啊加啊工作啊工作底稿啦，吼、哦，这应该拢爱有啦。佮其他诶小簿吼，啊凭证啊啊都、就是原始凭证、记账凭证，吼、哦、有遮个。啊会计证书啦，拢位头啊啊、哦、啊提到原始凭证啊来。来做小啊，做小就啊来啊做日记簿，这个顺序啊，滴滴对。我看这大家应该免抄啦吼。那有兴趣的，甲咱同仁吼啊去download吼，会使吼大家download转去安尼吼。啊，过来先给定数啊，咱啊再来啊实例是再来啊说明，吼咱。啊，过来看第二个部分吼，会啊，政府的会计制度哦，政府的会计制度。啊，咱政府的会计制度就是要来补助政府的预算管理的工具，吼、哦、啊，各级啊，政府来推行政务啊，甲控制资源啊，这就是爱。依照迄个法律的规章的规定啊，啊来设计一套会计的记录，哦，啊甲这个报告的方法的准则啦，安尼咱叫做政府的会计制度，哦，甲咱啊这个啊，咱通常啊预算的制度啦、啊，要达到。控制政府机关各项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啊来符合这个叫做法令啊甲规章的限制，啊来予这个决策啊来做参考。讲到这啦，咱真济政府单位啊，
那有伫政府单位做过，同心举手一下看卖好无？捌伫政府单位服务过，举手一下好无？大家哦，拢无，就较无了解啦。那伫政府单位做过啊，通常啦，11月、12月遐。尤其是有当时也是10月啊，开始啊，总务处啊，就咧讲，倒一个预算无用出来啊，就爱安怎？赶紧开好了，真正是痛心啦！总务单位一定发通知出来，讲各处室。恁编出来预算，那到10月遐有诶无叮当诶遐，爱赶紧甲开学完，后明年要编照阁可能，啊无明年你诶预算都阁减少去啊。啊，各单位也是安尼，拢啊，迄个时阵都乌白开啦。所以这点啊，甲咱民政府一定无相像，吼、哦，咱确定啊，我也会去讲着。咱奈要安尼做，一定会无相像。头拄我讲过啊，咱大家拢是要甲咱的子孙啊过了较好，唔是讲再留子孙啊，我们要造福。造福哦，造福咱的子孙，迄相差观念差太济咧。后来，即马来介绍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会计原则啦，包含有这个会计实务甲。应用的方法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依照会计的原理啊来啊引发吼、哦、引发啊导出吼、哦、引发出来吼、哦、实用价值的基本啊原理方法甲定数啦，啊，受到诶广泛吼、哦、大部分的人诶接受啦吼、哦，啊，咱起码。甲讲有10个啦，哦，咱有10个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啊，第一个，这个吼、哦、企业个体吼、哦、个体吼、哦、的原则啦。啊，这较简单的讲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咱啊私人公司，虽然你是头家，咱申请公司啊。啊，这个公司就是爱个体独立，甲头家的钱啊，一定爱分开啦。头家私人的钱、私人的开销用去私人的，拢你家己吼、哦、去开销，袂使私人的用的发票摕来。公司来报销，安尼就违反咱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有诶讲，安尼我也使开公司。有诶头家咱安尼甲讲，伊安尼讲，讲啊，啊，我公司拢我出钱，啊，干我家己一个，啊，我买啥，要用啥，迄是我诶代志。啊，你啊，这个请来这个会计啊，管遐济，迄个限制，迄个限制啊，我请一个来咧管我的开销，安尼这个会计安尼转去转去转去，安尼会使咧，袂使咧，因为伊无了解啦，吼、哦，伊无了解啥，咱的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
啊，会计的人员你就爱甲讲哦清楚，吼、哦，爱甲头家讲哦清楚，讲啊，讲哎头家啊，一咱吼、哦、有会计有一般公认的原则吼、哦，你的钱迄是你的钱，啊，那公司开销爱来公司，啊，头家我月底年底我甲你做出来的报表，互你看。你才会确实了解讲，你投资这家这个公司会赚偌济，啊你！你唔只有个兴趣，啊！你那你的钱搞做，你用的搞做公司的钱拢烂烂落咧算的是啦，啊！你都唔知影赚偌济啊！安尼，你来经营这个公司敢有趣味？你讲哦清楚，头家我会了解讲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啊，你以后伊就袂犯这个代志啊嘛。吼、哦，你就讲公司爱开爱公司计数，啊，你私人用个私人开，哦，啊，就私人啊去。这第一个简单吼、哦，咱互大家了解安尼，讲到遮就好。第二啊。继续经营的加息啊，吼、哦，一般吼、哦，要问大家吼、哦，有开公司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开过公司的啊，好来，吼、哦，请，我要请问这个同心吼、哦，来，因为我那要叫你出来，你知影，咱这拢是世界传播。啊，和大家我来认识的吼，世界传播嘛吼，啊，我会，安尼大家我较趣味啦吼，啊，无头回家啊，实在是足死板，啊，搁这个时阵吼，大家早起时精神较好，啊，愈来精神些愈较减低，啊，和大家少活动的，我要问你讲，你。开公司过嘛？啊，你是安怎要去开公司，还、啊、是开倒一行业的？你甲说明一下好，啊，让大家知影的。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哈。小弟呢，过去是甲人合资啊，开过英泽厂，啊，属甲级的哦。啊，同时嘛是要请会计哈，你这整理这公司的迄、那个。这小话呢，啊，但是呢，迄阵有规国税局规定讲，迄个营造业盈余吼爱分配啦，啊，其实这小面上的两两嘛吼，啊，但是阮公司也无做这个分盈余的分配得对啊，啊，结果尾啊，伊有国税局的查到，啊，怎吼，怎过足时差的对，哎呀，啊，其实咱个人拢无领到这個。盈余啦，拢无分配着啦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也无可能讲迄个年度迄个个人所得哦，啊，无法度去报税嘛，对无吼、哦，是毋是？啊，尾啊到拖我即摆还未结束安尼，啊，都报告者。好，我要搁请听诶，你哪会去选着即个用诶怎建筑即个公司？啊，是安怎你会去选这个？因为这迄阵是。朋友，大家做一做安尼，股东吼是安尼啊，推算我做董事长啦，啊做负责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全种下这恶果出来。好，啊，安多谢吼。我要甲大家分享吼、哦，一定只啊，恁只个投资者。一定认为讲建设公司是上好赚，是不是安尼？你才要来做，是嘛？吼，对。大家要开公司，应该讲这行的，我来做，我一定赚钱，我唔才要做。所以，这就是咱咧想，拢是讲是迄个叫做继续经营的假设嘛。我来开这个，啊，有诶，那会讲啊，我来开这个
汽车制造公司，啊，我来开啊，倒一个性质，我上专门嘛，我上内行嘛，一定内底有讲要来做这个公司的人，内底讲，啊，都某甲上内行，啊，咱来请伊做总经理，啊，来甲咱换，啊，一定会赚钱嘛，啊，这就是啥，拢是继续经营的。的完整嘛，啊有啦，啊都咱的同心拄啊有这个因素，因为内底啊可能无一个读会计的啦，伊若读一个读会计吼，可能赚的钱啊都用于甲本本的啊，互因只个股东去纳所得税啊，袂去讲无去纳所得税罚你个，吼。你那是本期个有诶，伊有诶要甲你查税是第一年国税局放目不爱插你，第二年也不爱插你，一届甲你查，甲你查十年，啊你有诶扣掠着都空卡起啊呾，要拿去掉，吼、哦、无本掉诶，无算诶，啊都所以讲，即我大家我爱真。了解，所以讲，有个人讲，咱一生啊，啊，甲什么人交配？有诶讲四个师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诶讲五个师啦，咱一生诶朋友啊，爱去交遮诶啦，啊，会计师、律师，啊个啥物？啊个啥物？啊，会计师嘛吼，律师嘛，系啦，啊个药师嘛吼，医师啦，医师啦吼，啊个什么？吼，哦，系啦，这就是算讲有诶，啊建筑师啦吼，啊个过来咧，法师啦，法师吼，这大家迄心理上诶吼。啊，那甲讲有诶，讲也要看风水地理，啊甲了解讲啊，你诶八字啦，吼，啊各方面即讲叫做法师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类似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讲会交朋友都爱交遮，以后要做代志较方便吼、哦，啊，即互大家做参考啦，吼、哦。后来过来货币啊，即、这个货币单位啊，衡量诶假设啦。啊，咱这就是要技巧，咱讲啊，咱要用什么钱来做啊？咱是用啊新台票。哎，讲到新台票吼，大家，阮迄个时阵，阮老爸的时阵啊，吼，吃亏足大嘞，40,000元一元，大家知影无？啊，这吼，咱阿爸也考虑啦吼。流氓政府来甲咱抢钱啦！安尼是毋是甲咱抢钱？咱代票甲你加一个新，一个新的变安怎？咱的代票变40,000去，甲咱去换一元尔。所以讲，吼、哦，互大吼有一个知影这个情形吼、哦，啊来。那么币值吼，币值吼，啊无变这个加息个，因为这个就是啥，爱甲经济学有相关啦。啊，那甲有当时啊，甲利息啊，甲利息我有相关啦。吼、哦，咱一般讲一月初一日100元，甲12月31日一日100元，你若依照这个迄个购买吼。购买吼，购买这个价值来讲啊，都无一定同款啊。一月初一去买一个便当50元，哎，啊个，油电双涨了后，甲起码啊7月来买便当，那100元这个价值
来处理原早的五十块的便当，即马都爱偌济钱啊？爱差不多啊，六十五、七十、七十五。所以讲啊，伊迄、那个购买迄、那个诶介绍都无同款，迄、那个价值上吼，咱都啊，但是诶，小铺一月初寄了一百块，到年底啊。那是一百块，袂使讲诶，依照讲这个啊经济诶观念，我讲诶，即马按照诶一百块，咱摕一百块去买物件，以前今仔会使买咧两粒诶诶做苹果好啦，这是进口诶苹果会使买两粒，啊，即马甲诶十二月三日去要去买啦，哇，先无买两粒啦。即摆才剩头买一粒瓜尔啦，啊，这就是啥钱都爆去啊嘛。正常啊，货币拢是会贬值啦，正常啦，迄是真正常，吼、哦，伫正常。啊，头偌济，因为依照迄咧算讲，会差不多咱会贬值头2%，啊，有诶讲贬值3%，啊，所以讲。咱钱若有买开，摕伫银行，银行予你利息。这个利息就是啥物？伊来补贴你，你的忍受啦。啊，无我钱摕来开开咧。啊，伊讲啊，你即马卖开，啊，我予你利息。啊，这个利息，你甲迄个时阵会贬值，吼、哦，这个甲迄个时阵。哦，会贬值啊，差不多啦。哦，啊，就保持你100块，甲这个啊，一月初甲12月31日的100块差不多，才有这个利息的这个关系啊，这个物件出来。哦，啊，这我和大家稍微啊了解就好了哈、哦。啊，会计期间咱是一月初甲12月31日。咱即马要甲大家讲，日本啊是安怎？伫1945年4月7日，这个日期是足重大诶哦。咱要甲人讲，我头拄啊有叫咱诶乡亲啊，啊，咱诶同事嘛来遮报告过，报告讲啥？啊，中国。无遐戆啦，咱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安怎？土地所有权是伊的，是永久不可分割的。啊，迄个时阵是虾米时阵？因为伊伫这个1945年4月7日实施虾米？啊？颁布诏书嘛，啊来实施伊个做啊民主啊，这个做等于宪法嘛，把台湾纳进他们的国土嘛，啊爱咱台湾人去做兵，效忠天皇，爱咱台湾人去参政，咱台湾选出5名的。迄、那个叫做众议员派去日本东京国会参加开会，这拢有记载，这拢事实。啊，那一条例，咱台湾有3名参议员会去遐参加因的参议院的开会，啊，所以。这也爱让大家知道，啊，他们怎会这样呢？啊，咱来看，日本的会计年度啊，是4月7日，所以这个4月7日，这样大家清楚吗？这样很清楚，还一件事情啊，我看咱老的明仔载吼，刚拄啊，我还有一个时间才来讲。
我甲这我有关系啦，甲四月初我有关系。哦，闽南在地，迄个叫做闭幕的时吼，我再来个补充吼。后来来个讲重要性甲稳健性，吼、哦，咱这就是讲，咱的企业，咱的企业，那你做规划的，伊的费用会开三五千块啊，五六千块啊，应该拢无问题，拢会使做费用来做支出。啊，那咱的企业的营业额啊，一年啊，只做啊，可能做有诶做无几百万，啊，做四五十万啊尔。你要开销啊七八千块的，要安那用费用？讲这七八千块买这个叫做迄、那个叫做啊器材，咱都爱分年来摊啊。哦啊，所以讲这就是讲重要性啊。哦，来，咱来看文字好啦吼、哦。我安尼解释有诶，我无讲真清楚。咱来看文字吼，企业的支付啦，有某些的金额吼，对企业的影响看大小，若是影响大，咱就用资产来入账；若影响真小，就来用费用来入账。这就是讲，我头拄啊讲，咱都做几啊亿，吼、哦，几十亿个，都八千块买一个迄个做啊小礼的用具，咱都会使用啥物？费用甲开，今年甲开销去，咱只一年只做偌济，只做三五十万，三五十万，都一个月摊落，你即摆开。七八千块，这买这个叫做用具，咱就爱来按使用的期间，一年爱来摊偌济，吼、哦、这个观念啦吼、哦，这就是重要性吼、哦。那稳健性诶，咱啥物叫做稳健？咱一般来讲啦，伫保守的原则，吼、哦。但是较保守的，咱稳健的原则啊，拢会安怎？以不高估资产，也不低估负债为前提啦，叫做稳健。吼、哦，咱的资产咧袂使讲哦，家己碰大碰风讲偌济，吼、哦，那袂使来。低估咱的叫做负债，所以讲咱的资产确实应当的价值，吼、哦，现在稳当的介绍是偌济，咱负债，咱啊爱列落去，吼、哦，我爱列讲咱有啥物负债，我爱这拢爱列出来，哦，这足重要的啦，哦，这甲咱。各位阿伯啊，伫执政的时啦，咱要编这个预算的时啊，拢爱根据啦，叫做成本效益原则。成本到偌济落，伊到尾产出有偌济的效益出来，吼。咱有特别规定，咱的公民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，大家来掀一下，好不好？提出来掀一下，安尼才较阿伯这本权利法案，转来可能才会去看，来掀一下，那掀到的。有啊无？应该大家拢有啦，
啊，第几页？哈？不是29条嘛？吼，十几，19页嘛？吼，我29页吼，啊，咱拄啊遐拄啊好吼。诶，大家现在啊，现在安尼，大家安尼较有咧活动吼，较袂讲想要独孤吼。爱看这个，唔好看唔着本去啊！咱要看啥？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，有啊无？哦，有，大家拢看到嘛吼？安怎规定？伊讲，权责机关啊，预算编制的原则，讲吼，权责机关。啊，来啊！这个预算编制的原则是啥物？那哦，依照一本笔的大小优先顺序排列，啊，要来提供这个参议院及众议院来审计的参考，吼、哦。但哦，这个税率。诶，这个计算所采用的财务啊支出的计划，啊，以这个一本比小于一则不得执行。这是什么目的？大家动一下脑筋好不好？这规定有什么作用？啊，这什么目的？哦，对，哦，咱这个要做的动心吼，定定咧，伊家咧，咱讲到遐，问到遐，伊话拢反应吼，足好哩，甲鼓掌者好无？哦，足感谢，足感谢，嘿，好，读会计啊，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啊，咱会。会足清楚嘛吼，足清楚。主要不爱和文资管再出现，一定咱所开的钱，一定爱对人民有有利，啊，袂使乌白开啦。吼，这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讲。咱阿伯啊，足清楚啊！咱阿伯家己足清楚，吼、哦！你咧换盘的时啊，你要编这个预算啊，你都爱了解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大家有要问无？啊，那无的啊！无啊，这个啊，公民权利法案啊，啊，可能边啊来提一本吼、哦，来看到有啊，啊那无的举手一下吼、哦，咱后回啊下课再来补还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安怎大家爱有？咱要请身份证啊，头拄啊，咱诶王州长有甲大家拜托哦。有啊，无啊？啊，安怎讲？有一个要来说明一个无？然后有啊无？看要说明，王啊，咱王州长甲咱讲，身份证啊，爱拜托大家去杀去推，你的好朋友那伫北关区。啊，算讲你就会使啊，甲恁好朋友讲，叫伊去啊北关区。啊，是所以讲，因才讲，大家我拢爱有一个啊，发到咱的广告单。所以讲啊，我听到安尼啊，跟啊广告单，大家分一张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你若有无同款，迄、那个各州啊，无同款州的互相。去啊，塞这个要做身份证。美国甲咱讲，这是
确实的代志。身份证，咱发到一个程度，政府要交予咱嘛。啊，这大家唔拼，咧拼啥？咱敢爱去牙签去拼嘛？唔免啦。咱干那去招朋友来签这个啥？身份证都好啊，咱是要甲为美国讨政权，咱唔是要甲流氓政府讨政权，咱无要牙签啊，啊无要流血啊，咱依照咱家己啊民政府和平的方法啊来。甲这个流氓政府，啊，甲美国请因甲因赶去平潭岛啦。平潭岛大家知影无？啊？哈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讲者吼，有诶也无清楚吼、哦。福建出来一书啊，有一个平潭岛，是中国第二个大岛。第一个大岛是啥？海南岛啊。第二个大岛是啥？叫做平潭岛啦。美国啊，甲中国啊，拢讲好啊。安怎讲好？哎、欸，美国先甲咱讲，咱秘书长发表文章。哎、欸，一礼拜后三五天后，咱中国有发表。讲平潭岛叫咱流氓政府啊，共同来开发，共同来管理。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就是台北的一点二倍啦。迄、那个所在啊，要予流氓政府这些难民啊去遐啦。是安怎伊有规定讲要去遐？伊惊伊讲，美国要甲因结束这个政权啊，因遮个流氓难民伫遮做歹代志，做足济咧。后摆啊，惊安怎？惊公平正义嘛，所以讲设一个所在，互恁。去遐好啦，去遐好啊！啊，中国讲要共同管理啊，惊因这个人可能我有偌济，反正我一两百万人呢。这两百万人若是走去中国落落手，去遐甲因创一寡有诶无诶，因遐若头壳疼呢。所以讲啊，这个平潭岛来。流氓政府啊，甲中国来共同管理、共同开发，来开一个，互恁流氓啊难民阁转来中国啦。即个中国人爱归到中国去啦，啊无就去带去金门妈祖嘛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这叫做平潭岛啦。是毋是美国啊拢咧计划足好咧？安尼足清楚啊，是毋是？美国啊足巧嘞啊，先甲创个好势。好、哦、啊，因遮流亡人民会使过去平潭岛，遐会使过倒下去练一下，无要紧。安尼大家毋知会了解无？平潭岛。哦，平潭吼、哦，讲因遐边，哈？迄是伊个代志，可能马英九美国人啊，拜登走去美国去啊，因来去环西袂走去平潭岛去啊咧。啊，因遐走起啊，敢要转来？吼、哦，阿扁啊，因伊讲吼。嘿，以后的代志吼，嘿啦，
这阿伯这看安怎来去进行吼，来进行啦吼，这卖讲遐紧啦吼，咱啊有迄个管理权的是，这看安怎来处理啦吼。啊，这甲咱的课程吼啊，基本无讲足关系啊，但是我会使啊来讨论的吼。啊，来过来看，这足清楚啊嘛吼。成本效益的原则嘛吼，这样大家了解嘛吼。过来看一下行业的特性。哦，这里讲行业的特性哦，咱来以中钢来讲。中钢现在的了解讲，公司伊个成立偌济公司啊？啊！好，来，你较清楚，你来发表一下。好，安尼好，好啦，无你讲百几间啦，真正实在足痛心啦。百几间都爱百几间的什么啊？总经理、董事长，起码也要有一两个级职员，遐拢在啥？真正莫怪啊，莫怪，咱训练四千个都无够啦，若要照伊安尼来创，搁加一倍八千个也无够啦。中间就百几间啊，啊，佮伊个人改为民营，啊，是遮个做咧转型的遮，凡是按照这个模式啊，这个情形啊，遐百几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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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拢因遐个人塌塌去啊。啊，咱啊要照应成伊安尼吼，真正，搁训练八千个也无够，因遐个总经理甲经理来，互咱来接就好啊，无够，真正无够，这真正都爱大改革啦。咱阿伯啊，不爱用遐济啦，确实不爱用遐济，迄拢咧食了味个，咱。差不多，秘书听我安尼讲哈，啊，咱也是参与，绝对遵守，啊，绝对遵守。那我生命来也遐长吼，我一定坚持到底，啊，无我都，我会使退休啊，吼，一定坚持，咱别。做出来，咱应该做的代志，啊，甲真正爱有心要祝福咱的未来子孙。后来，啊，这个吼，第九这个现金收付甲第十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吼。现金啊，我要讲就是讲一般吼，咱文理上安尼说明吼，大家看啦吼。咱讲较简单的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净数吼，净数卖讲便宜就较大嘛吼，啊净数较细，净数啊，有诶根本伊都无咧计数啊，伊干呐有一个哦，啊你来看病啊来，甲尾来讲哦啊医药费啊。多少啊，就跟你说多少啊，钱他给你收来啊，你药啊拿去回去，啊你就算小了啦，有现金的收入跟支出而已啦，哦，这叫做现金啦，哦，啊一般现在有的公务机关啊，
我历史有的用这个制度，实际上慢慢啊啦，已经政府的机关啊、甲企业啊，会所用的制度啦，以后拢同款，要用啥？要用这个叫做啊，权责发生的基础啦。啊，权责发生的基础是啥物？叫做权责发生。较简单讲讲，咱会计期间是1月7日到12月3日，这个期间发生的收入，无论有收到现金也好，无收到现金也好，拢爱算这个期间的收入。吼、哦，那是这个期间收到现金，甲无收到现金也好。拢爱算这个期间的收入，啊，若无收到现金，咱爱讲个应收啦，应该爱收的收入，哦，这就是这个啊，权责。在这个期间，1月7日到12月31日发生啊，就是虽然啊无收到。但是这个时间发生的收入，咱就要立月应该收，啊，无收到钱，那是要算今年的收入。啊，再来讲，那负债，惊讲咱国舅有需要去租一个办公厅。做一个未来的一个州的发展的基地，啊，咱去跟人签约的时候，拄啊讲啊，去跟人签拄啊7月7日啦，啊，人有诶要租你诶，安怎讲？诶，我要租金要收一年诶哦，我无要甲你一个月收哦，安尼会使咧，未使咧？那是会使咧，啊，咱即马付一年，咱是7月7日才签，啊，咱现金都付出来啊！哦，伊要签都爱付现金嘛，啊，付出来，欸，明年1月7日到6月30日，这个租金我付出来啊！啊，咱要安怎算？咱的会计制度是算到今年为主，虽然。这个现金已经付到明年的6月30日的迄个时阵，咱今年的费用啊，干那会使算到12月31日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权责发生基础了。啊，明年的1月7日到6月30日，这个费用啊。那是每年要付的，那是每年做付的，所以咱加付半年，啊，这个半年啦，咱要叫做啥？预付，哦，咱预付的费用，预付的费用是咱的资产，咱凡是到时讲，到半年后，咱到12月31日。到尾来讲，啊，咱买租啊，啊买租啊，啊，再搁甲处处讲讲的讲，啊无啊，互你退偌济顿啊，迄再搁另外代志处理。所以讲，这个叫做啥物？权责啊，上重要、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讲，伫这个期间，吼，伫这个期间发生的，都依照这个期间的收入。甲支出，啊，若有过半年跨年度，哦，有过迄年，就是啊，迄年的收入甲支出，哦，这也算我清楚啦。安尼小则做一下，确实会得算出来讲，今年是赚偌济，今年啊实在所赚的钱。哦，袂讲，咱讲
后年要收的，我拢今年收啦，啊，后年却无收入，袂安尼啦。吼，这个啊，咱即下要甲大家讲，2013年啊，开始啊，这个啊，咱爱遵循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啦 ，IFRS 啦，这叫做啊。有这个上市的啦，甲上啊上柜上市吼，啊甲这个啊新柜吼，啊甲主要这个金融的业务的啊，2013年啊，拢爱采用国际这个财务报道准则啦。这就是讲，咱后摆会计制度要甲世界接轨啦。咱即马做只小。提起英国，咱要发行股票，会使怎提过去？因为咱的制度甲因遐的制度同款，世界接轨，啊，会使提遐发去遐发股票，啊，那会使提美国，所以这咱慢慢啊，已经做到这个情形，啊，所以讲这个。这个叫做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啊，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啊，拢采用啥宽泽发行基础，所以拢采用这个基础啊。啊，起码若要教会计人吼，若要较简单呢，现金收回这都免教啦，拢教这个叫做啥宽泽发行基础就好啊。啊，以后别用到了嘛，会稍微停一下吼，大家有看有什么意见无？有要问的无？好，来请。现在市场上很多在交易都没有开发票，啊，就月入几百万、几千万的都有了，啊，像这个是以后都是要想很多办法来纳入正轨。我举例说明，那譬如说，像在鱼市场传进来了以后，那些鱼捕鱼的人很辛苦啊，但是进来他卖给那个傍晚或者是早上卖，他钱进来那些都没有在做。发票了，那个都没有了。还有一些我们很辛苦的那些果农，一进来一车、两车、三车的西瓜啦、香蕉啦、水果进来，他也没开发票啊。那但是采收了都是几十万、几百万呢。啊，有很多那个摊，整个那个果菜市场的摊贩，通通没有在开发票，他一年也赚了几百万、几千万都有了。啊，就是他也有一个家里就开好几摊。啊，也都跑了这那个税金的问题，啊，我就简单提这个，就是他们有人提到这个问题，谢谢。好，这一啊，咱的同事问两个问题哈，第一个哈，这是我无法度给你回答，因为这跟咱的议题哈，较偏去啊，迄较属于政治。啊，一方面啊，安怎讲？因为，但是咱民政府一定会做个公平正义，一定做会到。我会使安尼甲你答复你啊。吼，你去做兵的爱讨钱无？吼，啊，那惊讲咱那是咱那要做民政府，民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照顾咱人民嘛。啊，若讲人民这是合法的，咱有钱的话，咱来发嘛，对不？哎，有个人讲，啊，咱阿伯啊，要安来接管，
啊，公文之外会听咱袂？我感觉我真简单啊。咱啊的薪水会伫甲美国的薪水的水准，莫讲甲因共款啦，甲比现在流亡政府的薪水较悬一个。我看您应该啦，大家拢爱接受会听咱嘛。哦，这个我就是跟你讲这尔吼，啊，这爱个详细啊讨论啦吼，内部啦各方面吼，诶，接到政权的事吼，而且也足无用吼，爱去研究这问题吼。啊，第二点，你是讲国菜这吼鱼，咱因为我头拄好讲过，会计制度。因遐奈无去建立，原因伫呾。咱头拄仔讲会计制度爱根据啥物法令嘛，啊甲各种的规定嘛。诶，啊咱的法律内底啊，伊目标讲要照顾啥物？移民啦、啊、农民啦、啊，即个啦，讲拢免税嘛，啊，所以印度就安怎，无爱去做遮个嘛，啊，做遮个等于你若会计制度讲一定爱设立做落去，啊，阿伯，伊讲啊，即条白家白手啊，啊，因遐议会啦，啥物要三啊三十，伊就较困难啊嘛。啊，因遐都爱有正式个，要做收入偌济，应该也都出来嘛。所以因那要家己做，所以这点咱来上课，咱也去了解。啊，有这个疑问，咱后摆啊，看安怎来处理嘛。吼，咱不一定拢爱，咱员工因个。法令咱不一定会接受嘛，咱啊阿伯啊是才安怎来做？那个咱现在，咱即马真积极，要来规划咱的海关总署哦。那讲咱要已经在讨论这个细节。哦，来定一个，哦，海关加这个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关防吼，迄、哦那个防卫吼，这个总数吼，滴滴滴。咱台湾人民权利法案，咱啊，大家足辛苦啊，做出来送予美国，美国佫甲咱改，佫转来，啊，佫咱写写的，佫送予美国，美国佫甲咱改，佫倒转来。啊，拢这拢是啥？美国咧甲咱指导嘛，所以甲大家讲，咱一定成功啦，对啊，唔对啊？这足清楚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咱来看会计政策。啊，我头拄啊有讲过。我看我不爱个补充啊吼，啊，咱是六点啊下课嘛，六点要食饭嘛吼，啊，所以我嘛会即马会讲较紧一点吼。啊，政策咱头拄讲过，有讲两个例啊嘛吼，有清楚无？好，好。啊来，即马要讲到。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，咱即马讲内部控制啦，啊，是啥？是企业机关内部对财务的应用上的助力，啊，来做一个啊企业的规定的设施啦。好、哦，这我家己所定出来，好、哦。啊，咱干接的就是啥？啊，要来啊，来落实啊，这个做会计的这个政策啊，啊，加效率加这个效果啦。哦，
安尼内部控制有重要无？足重要的嘛。啊，若无内部控制，安那也使设一个会计制度要创啥？啊，若有制度，一定爱有啥物控制嘛。安尼毋才是知影讲效率出来伫底。后来，咱个看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的标准，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。吼、哦，啊，主要要来做啥物？第一项，财务报表的目标。啊，这财务报表要来做表，拢是高。高层、高管啊、高层的，会来做报表。啊，伊这其他的事务人员，伊讲我都拢照安尼做啊。哦，啊那要做表，伊一定明天讲啊，你照安尼甲做，安尼甲你做。啊那安尼吼，迄个录音起来，啊个无讲有诶做会计讲，啊你下条子，有当时啊讲长官讲叫你安尼做。讲好，你下条子，拢会安尼啦。啊，甲大家知影无？咱现在流氓政府的迄个叫做啥？迄个副总统安尼讲，白查起来讲，如你啦，大家迄个中国，迄个中国的文化。那下骹签出来，我干那签讲安怎？如你俩啊，伊说你诶，我安尼，迄伊，迄是伊诶关系，迄是迄个以前诶，迄个做啥副首长嘛，以前做行政院长嘛，伊讲迄是副行政副院长诶，要做啥？诶建议吧，啊，我都照伊安尼啦。所以讲，大家。有问题啦，拢是下骹的代志啦，面顶无代志啦。这啥？这甲这同款啦，吼、哦。这我是拢是主管那边方面的做表，遐高层的吼、哦。啊，当然第二点啊，这就是讲啊，挪用甲侵占吼，这个要做财产啊，这可能都保出纳，吼、哦。啊，甲这个保管的人，会情形较侪啦。咱后壁我几个例，哦，要来讲这个代志。所以讲，有一个制度，啊，有一个控制，才会去来防止这个做啥舞弊，啊，甲作弊的情形啊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要来讲。解税吼，解税讲啊，这应该会使各州吼，拢会使登录去做参考啦吼。这我直接讲的，无讲拢一定爱安尼啦，哦，爱好做参考。但是这一个，恁依照各州的需求啊来定吼。那个咱这个有讲，当然这是必然性的吼，加。必然这种爱家己各州吼，家己定这个规则起来处理啦吼。啊，这那是爱照安尼吼，这爱同款的，我都袂讲吼。现在啦，哦，咱要讲这个原始啊凭证，头拄啊我有介绍着，但是无介绍遐清楚，起码是介绍较清楚，讲这个原始凭证吼，一般啦。有问题无问题啦，拢用将这个原始凭证内底啊去发现出来。可能两三礼拜前报纸咧报道讲，真济国立大学的教授啊，伊做研究的政府的补助款。拢有安怎？拢有安怎？
拢有迄个因公违背迄个叫做咱诶心渣诶叫做伊在单字啊，拢有问题啦。原始凭证家拢有问题啊，拢有伪造啊，甲这个叫做迄个报销的问题啦。哎，足奇怪，哪会去甲审计部啊、甲民政家啊、甲家己啊做诶做迄个法院啊，才来查，才发生。哎、欸，啊，哪会拢咱流氓政府啊？因拢有这个情形，啊，人讲啊，这个是做啥历史的工业啦？啊，这啊，但要安怎处理？欸、最近佫出来讲，即个教授啊，讲啊，拢无代志啦。啊，但是有俩三五个啊起诉，啊，这是。安怎情形？啊，我定定安尼咧讲吼，讲若我的观念吼，第一道，若要起诉吼，会计部门来先起诉，啊，再来审计部门来先起诉，啊，恁想知影因要来报的时，你就甲动起来就好啊。哦，那个阿斌啊，讲啥物特资会啦，哦嘿。嘿，伊那什么人去教伊讲去摕什么收据啊、发票来报销就好？啊，这毋是爱先掠，爱先拍卡床。啊无，阿扁啊，伊做总统敢有经验？大家若无经验，啊无经验，伊就下骹手的人爱会计单位讲啊，这都是安尼啦，以前拢是安尼咧处理啊。哦，安尼啊，安尼啊，好，安尼，啊，开一个，迄、那个叫做啥？陷阱咧来，互你立，啊，就包死个，真济无了解会计，真正就去立到陷阱，怎对落去？这实际上是安尼嘛？欸，啊，到尾嘿。管会计啦，甲去管审计、审查这人，拢无代志。安尼，他是啥物政府？啊，我的观点就是讲，会计单位、审查单位先判刑，啊，再来甲这个主管讲，看伊毋是有意无意，啊无。会计单位甲审查单位爱讲出来，讲面顶的指示，啊，面顶的指示，你若会得证明，面顶掠来拍尻川，掠来判刑。啊，若毋是，你有会计专业，你爱家己揽这个责任，安尼毋才对。啊，好，安尼。这足重要吼，这足重要。这原始平静会了解讲，哎，有诶呐，较早吼，咱今讲去出差啦，哦，出差有诶住伫厝诶啦，哎啊，转来我咧不出差啦，啊，伊拢去安怎？去甲旅社去讨，还是讲去诶摕迄毋是发票诶，哦啊，出差摕迄个单子啊，天天啊，都咧报出差费啦，哦啊，迄样有当时也查着。所以讲，遮足重要，要查出来吼，从为遮来查拢查会出来。啊，那咧记下平静有三个吼，哦、大家安尼了解者就好了吼、哦。啊，过来编医生，咱就讲了吼、哦，咱买个重复吼、哦，29条，啊，一本笔吼、哦，啊，一本笔要大于一吼，才有执行吼。哦啊，咱会计制度啦，伫
两个月后哈，会计年头终了两个月后来编造当年度的财务状况表，好、哦、啊来有关的啊财产目录加现金支出表上审计单位来审查，啊这就是收入啊迄、那个加支出收支预算表，这个列出来啊，予大家参考。啊，当然，咱若要记咧啊，就是讲依照本年度的收入，哦，啊，预算偌济，啊，上年以前的预算偌济，啊，本年度甲上年的比较，增加减少偌济，啊，这也说明，吼、哦，这拢会使，这个表格拢会使予大家做参考。财产管理啊，这足重要，有的人足。所获者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爱列表吼、哦，做移交啦，吼、哦，那要移交吼，拢爱做登记，这个财产登记表，吼、哦，什么时阵买入来啥物件啊，偌济啊，去伫什么所在，拢爱有这个记录伫咧。啊来，财产甲会计处理。这我是要给大家做参考啦。有当时啊，迄个叫做啊，迄个零用金吼，迄个周转金啊，零用金吼超过偌济。啊，我所在有的单位较严。啊，即卖现在钱也直直报去。以前讲，那超过5000块的公司的支出，拢爱开支票出去。啊，即摆开一张支票拢安怎？拢诶，即摆银行啊要甲你扯住钱啊呢？吼、哦，你要开一张支票，伊要甲你收偌济费用啊？啊，无你就讲你现金有寄偌济伫我遐，你来甲请支票，我无钱无料的，甲你啊服务。啊，即摆就是有这个规定吼、哦，啊个咱要了解吼。哦啊，那零用金吼、哦、爱偌济以上，啊，我所知啊，即马迄个叶联集团吼、哦，啊，以前讲吼、哦、一所大学，你若超过5000块要开销啊，袂使用现金做开销，一定爱要叫啊会计单位啊出纳单位用纸。迄、那个支票吼、哦，支票做开销啊，做来支付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拢各单位吼、哦，爱有这个主管啦、啊、吼、哦，这个来签合章吼、哦，这都是我内部控制的这个部分。这话足重要诶，有诶小铺啦，爱有。永久的保管，吼、哦，有这几类啦，爱永久保管。啊，咱即马奈讲着讲，资产负债表啊，咱现在呐用国际财务准则的讲话，咱即马用着讲财务啊状况表啦，吼、哦，保管10年诶，吼、哦，一定爱。保管单位啊，这个哪敢讲？咱总务单位里面啊，内底有一个有设保管组，啊，保管组内底有保管伊个要做啥？哪敢讲遐个所有的财产啊，甲有拢爱有保管组啊，但是有诶，这是这个。这个会计，这个账册啦，拢伫这个叫做会计师啊，爱家己爱去保管起来。啊，若保管5年诶，吼、哦，保管5年诶，我、啊、这拢互大家做后3年诶啦，吼、哦，3年诶。一般上啦，有诶咧国税局咧查销啊，销一般是10年啦，吼、哦，咱迄、那个。账簿较重要的销啊，10年以后，啊，若超过10年啊，伊讲你甲讲啊，我
小坡都烧掉，断掉去，我唔知啊。哦，哎，伊也无法度甲你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爱大家爱我了解这里、個、吼、哦。啊，咱千万别讲财务人员啊，拢爱专念啦。哦，啊，那今下讲咱的较小的公司，啊，我才请三个尔，啊，哪有法度讲一个啊？一个要做啊，请三个，那可能讲啊，出来吧，一个会计啊，一个啊，搁一个搁啊，内底搁啊搁兼职。咱即卖就是讲，伊讲我三个啊，都有业务的啦，啊总经理啦，哦啊搁一个要做啊，迄、那个保管的啦，啊是咧做啊，算讲总务的啦。安尼要安怎？啊有诶，就会使用兼的啊吼。业务的哦，搁兼啊，迄、那个算讲出纳，也是讲上重要的出纳甲会计一定袂使共一个人啦。这很忌讳吼、哦，真你若共一个人吼、哦，毛病一定会出来。啊，都我那底啊，现在收的偌济钱我拢知影。啊我啊咧计数啊。啊，即摆检举过啊，啊，落地啊，啊，摕一寡摕到别位，啊，这问题要查就较困难，所以讲一定爱分开收啊，做出纳便做出纳，做会计做会计，哦，啊，无同款，哦，啊，这会使用兼的吼，不一定用专的吼，啊，无同人就会使的。哦，啊，搁即个讲规定，即个期间内吼，爱做出来相关的表。即、這个查核吼、哦，我有相当啊，咱的审计单位啊，啊个主管机关啊，爱我有看实际情形啊，我有抽查，啊、定期啊个临时个啊，搁看状况吼来抽查，这是咱的案例。咱即马要讲一寡，较好大家了解吼、哦、一寡例子。没有遵守吼、哦，那个未遵循吼、哦，无遵还这个会计制度的案例，633这个案例啊，咱大家知影嘛？633这个案例，啊，就是安怎？欸做甲一个处长安尼，流氓政府做堪萨斯做迄个叫做啊，迄、那个经济文化参事处的处长，我所知影，我在桥界内底，我话足清楚。处长若要派出去，若有承认的国家，是叫做总领事啦。大赛过落来，就照伊迄个官制来讲，大赛过落来就总领事。啊，总领事要出去拢安怎？去甲总统翕一张啊相，啊才出去。啊，总领事的办公厅，我所去看的，大部分拢伊甲总统翕相的挂伫伊总领事的办公厅。安尼，这个官有大无大？还是足大啊！吼、哦，安尼，遐大个官，伊玩咧啥？发薪水啊！啊，这是不是违背了这个会计制度？发薪水爱好什么人去发啦、啊？出纳的人去发嘛？啊，然后出纳的人发，应该就无这个代志啊！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啊，这你看，刚签约啊，一个月1240块，啊，伊个工作时间拢熬日日个，薪水啊啊，甲人付400块，啊，佫甲人呐靠好食，啊，所以。美国，迄、那个啊，
FBI 因的啊 ，FBI 因的了做啊调查局，伊出来放尿，都甲扣起啊，无互伊搁去夹目镜，伊出来便所目镜放伫办公厅，啊出来啊就叫扣起啊，伊无入去内底去甲抓人啦，吼、哦、啊这就是大家。足清楚，足清楚。啊，这个案件是不是大家拢清楚？伊无，伊为迄个无遵守啥物？会计制度嘛，发钱的应该不是伊在发的嘛。我爱伊在发钱啊，我这都问题啊，好、哦，啊，搁看。这就是怎样，他们说要什么，说要那个认罪协商啦，啊，现在要认罪协商，怕他漏开啦，啊，说要用什么，外交豁免权啦，诶，什么叫做外交豁免权，他们认为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啊，2004年10月2号那个鲍威尔，那阵啊，都在做啥？国务院的，国务卿啦。伊讲中华民国不是之前的国家，你要用什么？那阵啊，就知影。咱过去甲过，咱的法院的判决，就是中华民国就不是一个世界上承认的一个国家。哦，爱讲咩用外交豁免权，啊，都要闹开，啊，那甲关关的关两个外国家好等来。哦，啊，个这个例子啦吼，啊，这个例子就是讲，啊，这假签名，啊，这假签名就是吼，因只个做，到尾因好哩加在因内底内部控制去发现，才查出来，吼，啊，这那是。上头无遵守这个会计制度，四年来啊，才发觉到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这台数这哪是安尼？啊，这是啥？去有啥物发觉到？这是因为伊迄个要做啥？迄、那个异常啦，资金吼、哦，安尼回过来回过去吼、哦，安尼转吼异常。啊，我即马要讲吼，因为这发觉了后才安怎，你知？以前我要去汇钱，即马要去汇钱，讲你超过30000块，一定爱啥？爱提身份证啦。啊，我甲讲我无查来啊，伊讲有证件就好。啊，我怎啊甲鲁南的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给他看看，讲啊，你按这会使哩？台湾银行，我试两间去啊，拢可以啊。啊，所以讲，转去甲咱的做啊，迄、那个亲戚朋友讲，请这张啊，我足好用啦、啊。好、哦，后来啊，这吼、哦，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吼、哦。现在是啥？网络世界，你要查我，足简单。我头拄也讲过啊 ，Google、Yahoo 打张文燕教授，啊，就看到我。我那个，迄等于是透明的方式，对不？要查一个人，啊，大家那，你做唔对，阿伯就成安尼，网络拢有，我阿伯在变安怎？袂使做唔对，哦，啊那来遮违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会叫啊 CIA 予你死甲足歹看，甲变拉登同款。哦，我讲较严啦吼，哦，爱大家爱了解吼，哦。你看这侵占公款2600万，吼，实在过万呢。
你这教育部啦，讲只追回三万七啦，看有痛心无？后来，人个善款暗讲，不过迄阵啊，才无机会啊，无这才提互日本来看。你看，咱讲，咱2010年日本大地震啊，暗讲偌济余款啊，嘿，16亿外了，看有夭寿无？啊，因为时间拄啊超过一分啦，歹势，我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谢谢。听起立，今日楼卡食饭。